从前那国度，一个狂人横空出世，洪流逃走光辉，正月月日日流逝，谁人能逃过劫难？亲爱人们从此失散，遍地混沌未消散，改写岁月芳华。明朝末年开始，就不断有欧洲人嚟到扣门，但系就扣唔开我哋天朝上国嘅大门。到咗1840年，呢度大门终于关唔住，中国同英国之间爆发咗一场鸦片战争。中国战败，各地又赔款，香港岛割让咗俾英国，打破咗天朝上国妄自尊大嘅幻梦。鸦片战争之后，清廷政治腐败，民心涣散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相继入侵中国。1856年，英法联军攻陷广州，焚烧民居，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。1860年，英法联军攻入北京，火烧圆明园，咸丰皇帝逃到热河，最后死喺嗰度。清朝碍于劣势，接受英法两国提出的所有要求，中国再次割地赔款，广东新安县的九龙半岛割让与英国。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，既在民族压迫下呻吟，亦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。不少人已经感到，中国必须有所改革。我出生的时候，中国就是一个这样的。